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同日本沿海时有战争，倭寇亦不断围患中国东南沿岸各省，以致民不聊生。东瀛武林人士亦人人以征服中土武林为一生志向，但是中土武学博大精深，将这些野心家一一击败，直到东瀛霸都柳生杀神出现。柳生杀神，你柳生一族向来在东瀛辅助德川将军，为什么你还要带一班狼人来中土武林捣乱？放开世界，我们中原各大派是绝对不会被你胡作非为的。杀了！天剑，我只是要天剑。无忌，听我。青丝，你做咩突然间男装打扮？你把头发呢？呢喺呢度啊！我贪玩啫嘛，下个月我哋就成亲啦，做咗人哋老婆。就不可以玩的了。青丝，我有些东西想问你。先说这几天我什么都买齐晒的了。凤冠霞帔啦，龙凤竹啦，新底衫裤啦，花公花婆啦，还有新马桶添。怎么有什么买漏啊？青丝，我想你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押后的分歧。为什么啊？绿衣邪神，他就是江湖上传闻最昂居的绿衣邪神。你老公要去跟东瀛霸都决斗，所以不想累你。是不是真的？放心啦，上官无忌，我绿衣邪神在天魔神面前许下天魔咒，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起写落符度烧了，只要你将我一剑杀死，我就会变成一只无敌的绿毛僵尸，十个东瀛霸都不够死。混账，我使乜要你啲邪魔外道嚟帮手啊？以你嘅武功系唔够东瀛霸都打噶，杀我啦！杀咗我你咪可以成亲咯！杀我啦！我弹球出位可以同霸都比武噶咋，我死都冇所谓噶。即刻扯！我想死都唔肯成全我。绿衣邪神，你冚偷埋上死咗佢啦！而家一定要佢杀我，只会变绿毛僵尸噶咋？上官无忌，你唔杀我，我就杀你！无聊，无忌，你真的要押后分歧同霸都比武？如果我不去，我们的婚礼就不会有人来祝贺，只会被人来诅咒。鬼医，除了他之外，还有谁笑声咁难听？哇哇，这个柳生杀神都算巴闭了，听说在截剑峰上已经杀了成千人。唉，哎，无忌，找我什么事啊？我想动用你华佗派不全之臂的医术万毒转心。吓，哎呀，乜你搵啲咁嘢搞啊？真系吓，万毒转心啊，虽然系可以增加你一倍功力，打通你生死玄关啊，但系十个试过十一个瓜老衬噶嘛，就算唔死得啊，都会走火入魔，先系产生幻象，跟住就全身瘫痪，好似棵树咁噶。唉，唔得噶，唔得咩？一定唔得，一定唔得，一定。呢啲就系万毒转心啊，蛇根。今晚我吃的这个时间还顾着吃，快点帮我加强功力吧。好，过来过来过来，这就是万毒转心。无忌来。
大杀气。你哋暗杀无辜，我要为中土武林所有英雄报仇。呢啲垃圾，一生一世对武学都唔会再有进步。我消灭咗佢哋，再揾过一批对武学有贡献嘅新人。我咁样做法，其实系促进你哋武林嘅进步。柳生一族系东瀛嘅名门正派，我见你那肯带邪气，一定系走火入魔，变成邪多，知唔知道？我只练赢人嘅刀法，上官无忌，我柳生杀神，今日就要领教你嘅元天斩日剑。你帮我哋报仇啊！放心，我上官无极一定会负你所托。我知，不过你送我只脚先啦。啊，唔好意思。果然不同凡响，我今日力战已败，在下衷心佩服。三年之后，我一定卷土重来。嘿，上官壮士。你今日打赢咗东瀛霸刀，不愧系我哋嘅傲剑天王。上官兄，你唔好怪老夫倚老卖老，你咁样庆祝法令有啲过分。有人噶！你去做咩啊？出来，唔好阻住我开灯。你癫咗啊！你唔走，我哋走。无忌，你唔好走。你唔好嬲。
咁杀我，咁死法真系唔抵啦！咦，哎死啦，有自报添，咦、哎，做乜搞成咁啊？真系啊，阿周，木杰，木杰，喂，阿周，木杰，系咪咧？逼我用万毒转心，咁都系好危险噶啦嘛！唉，加害咗你添，真系。超师咧，超师，哎呀，你放过我啦！你想睇我大咗几多啫嘛？你估我唔知你捞嘢啊？唔好走啊，得我翻去冲凉啊！救命啊！得我翻去冲凉啊！救命啊！喂，个老婆又翻去冲仔啦！老细冲动大噶啦，我听住嚟，就算我呕到起老泥饼，打死我都唔会冲凉啊！逼我斩反面嘅啫。喂，你乖啲啦，跟我翻去冲凉啦，好唔好？如果唔系你阿爹阿娘闹我噶。喂，闹你唔系闹我噶，万大事啊，商量冲凉就冇得倾。喂，往时咧都系我帮你洗白白噶。喂，家今时唔同往日啦嘛。哎呀，你走到天脚底，我都要捉你翻去冲凉。得你个衰婆，兄弟，呢台有人噃，打搭台得啩，兄台。呢度一阵有事发生，你最好坐开啲。啊？教开未？有咩事啊？我要杀人。话搭台都要杀？我要杀一个负心人。你就彭定康。冇错，我就花花太岁彭定康，你想点啊？你背信弃义，欺骗咗阿香嘅感情，又另起炉灶，搞多咗个阿正出嚟，搞到阿香要生要死，我已经查得好清楚啦，你认唔认？吓、啊，你就系专同我作对个老皮？唔系，我系独孤精。吓、啊，喺三个月内杀咗47个男人嘅杀尽天下负心人独孤精，你甜言蜜语呃女人。一系自割条脷出嚟，我就饶你一命。走！呢位英雄果然武功高强。黎英雄，饮杯茶凉下个胃颈口先啦。细佬想话同你结拜做兄弟，以便照应，特别系帮我对付我嗰个好打得嘅老婆。你老婆好衰咩？咁啊唔算衰，系贱啊。咁你又娶？喂，我七岁嗰年，我老豆就帮我娶佢翻嚟啊。七岁啊，我知条毛咩？既然娶咗，就一生对佢好。如果唔系，都算你负心。嗯，我一样会割咗你条脷出嚟嘅。喂，兄台，喂喂喂，万大事有商量，喂，哎，边个偷袭？唔偷袭啊，点捉到你只马骝啊？快冲凉！我唔冲凉啊！唔冲凉啊嗱！我自己冲啫啦，大个仔嘛，大力啲啊！唔大力点捉到粒啲老泥咧？啊啊啊！啊帮到自己嚟啊！大个仔啊！大个仔又唔肯冲凉、啊，不过真系好似大个咗咁样。好啦，俾你自己冲啦。拣一个月先啦。记得出背脊啊！出去啦。啊！记得洗嗰度。奶奶话噶。出去啦。哇哇师傅又嚟咗啊你是啊徒弟又病在哪里啊你今次哎师傅没事出现你都估不到的你找一下啦我玩玩玩是吧好床底網山山網右山網右山板刀網床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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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床仔床仔床下底有網網看多一次哎呀真是網在哪树啊究竟你啊师傅今次出现我们一世都估不到的估不到了开估了你们一世都估不到的
你只话估到咩？估唔到啊！估唔到啊！师傅，你帮我谂谂计得啊？咩事啊？咩事咩事？听我啲口气啊！佢话要尽快同我成亲啊！啊！食云吞系嘛？恭喜恭喜恭喜！吓！恭喜啊！老饼嚟啦，但我七年啊，点啃得噶？哼！无毒不丈夫，惊佢。啊，过分啲啩？喂！我有奖品俾你喎，我嫁个女俾你喎。啊，唔好啦，多谢啦，你个女方唔系弱到啃啃声嗰只嚟咩？咁啊系，咁咪就佢咯。啊，正啩？嘿，你点有咁正嘅女啊？方唔系你老婆俾个淫贼捉咗佢一年半载，翻嚟生呢只嘢出嚟咩？唔系。是我俾个女淫贼捉咗佢一头半个月之后咧，就掟我翻嚟，跟住十个月之后咧，掟我呢个女翻嚟啦。个女淫贼盲顶嘅。啊？你点知啊？估嘅啫嘛。喂，你个女叫咩名啊？鬼妹。嗯，鬼妹啊，真系未试过啊。你要锯咗个衰婆啊？嗯。哎呀，唔得。嗯。个老兵功夫咁劲，点解砌得噶？妈，等师傅俾啲秘密嘅犀利武器你咧。嚟。嗯。啊。嚟啊。嘿。呢一只唔系普通嘅泥，呢一只叫做慢慢泥。只要佢一吸入咧，身体所有机能就会缓慢十倍啊！嗯。佢吸入咗啲慢慢泥之后咧，动作咁缓慢，一定避唔过我呢对靓女嘅文明丧胆嘅。最厉血的子啊！嗯，再用你一支奇毒无比孔雀开屏箭射佢！啊！你咁都做唔死咧？你就攞呢碗白骨阴阳饭俾佢食，担保佢唔家富贵啊！咁你就可以同阿鬼妹相妻相宿啦。嗯，师傅，咁残忍嘅树干，我点能够做得出咧？有妈，师傅仲有呢只黑心菇，查咗之后，担保你乜都做得出。喐手怼我，唔系啊，系啦，出嚟边得噶？手要冇用噶你，死啊你！师傅。我太令你失望，怪只怪你心地太好，家里只能够发挥三成嘅药力，唉，整定呢一世都系俾人虾噶啦。嗯，唉。阴阳饭，阿姐，有饭打未？嚟紧啦！哎呀，死火！冇事啊，你冇嘢，冇嘢，坐低先啦。你搞咩鬼啊？哎，点解有碗饭喺树噶？你碗八宝饭系我整俾你食啊，好好味噶。系啊，你咁乖，你食啊。啊，哎，咁我食噶咯啊。叉嫂，阿老爷奶奶，我哋头先发咗个梦啊，梦见成班祖先，佢哋叫阿通早日成亲，咁我谂住听日同你哋两个成亲啦，咁你嘅意思点呢？家嫂？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家嫂略反应啊，不如准备下嚟话啦，啊，我去准备一下先，好啊。车仲食乜鬼饭啊？
哇，正啊！咁都就佢唔乖，系。瘦啲喎，老友。啊！你唔系啊，成碗扔晒。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又怪冇怪，要搵你搵个衰婆啊，真系唔关我事噶，对唔住啊，对唔住。又怪冇怪，又怪冇怪，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家嫂，诶，家嫂，家嫂。啊，老爷奶奶。个衰仔学人走咗佬啊。系啊，咁点算啊？咁你就要靠自己啦。我送埋呢一盒痴心情长珠俾你，你将佢搽喺口唇上面，向心上人一啜咧，佢就会一心一意爱你，永不分开噶啦。咁神奇噶？系啊，我当年都系咁衰噶咋。老爷奶奶，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喺佢失身之前啜佢翻嚟嘅。斜阳女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直到听见天边一江山的希望，去闯荡江湖，去闯荡江湖，我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要吃尽天下美食，我吃尽天下美食，我要嗒尽天下美女，啊，讲下少啫，啊嗒尽天下美男，好啊好啊，嗯，基老山。哎呀，仆街啊！靓仔，请问危阵喺边啊？点知啊？问周慧敏啦。你话嗌我啊？公主，喂，大胆，你系边个啊？见到本公主都仲唔下跪？嗯，唔系啊，话一出嚟见到第一个女人就一级靓女嚟喎。你都知咧。喂，咁有眼睇噶嘛？你等一等啊，第一个女人俾你见到就陪你埋山边打野战，欢你唔欢你啊？打野战。是你讲的是是我讲的。好来今天事不宜迟了。咦心得得嚟啊。好。公主我又要试过一个架先啦。喂喂喂咁佢呢佢咩啫我哋打野战啊嘛。哎呦两个马路胡叔嚟大鞋十十五打乜野战啫。你冇听过美人三叔咩你是女人。啊你唔听听最女人落。你。公主唔准咸湿啊快啲讲路。係公主。公主我有啲急事啊。快啲去啦。多谢晒。露两点。爱噶，你咪爱咯！呢度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嗌破喉咙都冇人理你啊！欢你唔欢你啊？你咪过嚟啊！你咪过嚟啊！好，我唔落嚟，你上嚟咧。食懵咗啊！你叫我过过啊？死仔啊！咁巴闭啦，信唔信我？惊水嘅你，我呢世都唔上水，你吹得我涨啊！哼，我吹你唔涨，等我隔空点住浸死你，然后再加埋你条尸啊！翻天倒海！哎，爸！咩啫干晒喇。欢你唔欢你啊我就满心欢你啦。壮士你放过我啦阿妈话未成真唔可以失身㗎。哇咁咪即係做柱男哎呀呢盏宝落去。哇、哎、呀我俾你啦我俾你啦。你温柔啲啦好嘛。
救命啊，老平！我叫独孤精。任策，报上名来，我今日讲出嚟就会吓死你啦！我就是名震江湖的大内侍卫一品香御赐皇帝符专责保护公主的第一高手神练无敌揈春手任剑辉啦，架势唔架势啊？我唔理你是边个。是啊，欺凌处男就唔啱。着翻啲衫先啦。哦，做嫁娘咁话啦。好啦，见你咁靓仔，我就让你三招啦，卖力。公主等了好久啊，公主你说呢？我被人追啊，仲想走？咩事啊？他想奸淫少男。他奸淫少男是御准的，即是奉旨吹咩？你都好野蛮啊。我哀家就是当朝的天香公主，我喜欢野蛮啊，吹咩？听说朝廷有个曳曳公主专将人糟质当是玩具，就是你啊，吹咩？啊！气功嚟喎，英雄。撞啱大风啫，边得唔得气功啊？走啦！喂喂喂，英雄英雄英雄，唔啱，我哋一齐上落嚟。公主你冇事嘛？我拖马，拖一万几千个月流金劈佢两个仆街冚家铲啊！唔好，佢哋两个都几有性格啊！公主都咁夹，我哋沟佢。武器。你我扶你 OK， 你起到嚟醒翻啦。上官叔叔你点啊？你认唔认得我？我系唯一啊！你望下我。OK， 唯一啊，霸刀啊！你已经打败咗霸刀啦，佢要三年后仲要翻嚟中原噶。啊，三，三年。我喺度瞓咗几耐？三年啊！三年唔系霸刀，我要对付霸刀啊！而家咁嘅情形啊，莫讲话霸刀，菜刀你唔够打啦！清醒啊！快啲搵，快啲搵佢翻嚟！要打败霸刀，就一定要练成玄天玉女剑阵，只有佢颈上边嗰条玉锁匙。才可以打开天剑山庄后院嗰个机关攞剑宝啊！我寻晚见到傲剑天王上官无忌嘅未婚妻孟青丝啊，喺边啊？我喺一间妓院青丝楼咯，佢见客唔收钱噶，咁着数。但系想见佢嘅人咧，一定要武功高，仲要有毒龙秘笈，俾佢个妹蝴蝶小姐审查过，先至可以见到孟青丝噶。居然有人假冒孟青丝，你点知人假冒啫？唔好咁多事，我系假就假。你今日带我去青丝楼，睇下边个咁大胆。嗯，曳啦你，好啊！哎呀，今晚去青丝楼系嘛？好，我而家即刻就去青丝楼应征做鸡，然之后今晚咧用痴心情情啜啜你翻嚟，你咁抵死系嘛？咁呢个夹夹。哎，宝公主，我发现咗嗰两条靓仔嚟咗，做咩你坐低？哦，点啊？你好似好唔满意咁，快啲急屎！哦，急紧，唔准急啊！收饭。呢位公子，你的蛤蟆功都看怕蛤不到什么人了，这样的武功就想见我姐姐孟青丝，你太不自量一点吧。如果自量就不会拉蛤蟆上吃天鹅肉啦，不要怪他。那不知道这位公子又有什么特别招数呢？没的，我嚟借厕所嘅啫嘛。
佢好似对你有意思咁啊。唔系啩？对你有意思咋啩？我鍾意煲老牛嘅，啲靓妹留返俾你啦。咁嘅老牛梦青丝啊，留返俾你啦。铲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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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借箱油礼再喊。我就系你姐夫，人称天下美女在怀中嘅情圣采花风，就系我啦。哦，原来你就系绰号淫人妻女笑呵呵嘅江南第一淫贼采花风啊。诶，呢啲系天下人对我嘅误解啫。你两姊妹如果同我上过床，就知道我是百分之一百的情圣啊！贱格，孟青丝，你今天再不出来，我拆咗你间街斗！哪个咁大火气啊？哇，孟青丝出嚟喎！你就孟青丝，点解唔俾个样我睇下？你都应该知道见外的规矩，是要交出你最本领的功夫的啦。咁当然啦。不过我采花风只一嘅系床上功夫，要上个床先令你满意啊！诶，不过喺呢度我都唔介意噶。无耻！我系无耻，所以今晚一定要得到你。烂仔啊！就凭你？唔止我，兄弟上去！公主有毒气啊！我挡住你，挡住。整咩嚟？家姐俾人捉咗，你仲咁开心嘅啫？睇下边个唔好彩。嗯？诶，姑娘，你跌条手巾喎、啊？三更在我房间相会，你写俾我噶？嗯。真系，你手字好弱啊！三更。三更，三更，哇！孟青丝果然好嘢，搞淫贱。你又未试过，又点知我淫贱啊？睇你对眼就知啦，眉丝细眼，担保你做爱唔偷懒，白白净净，你一定冇性病。不过我唔好命噃，睇上老话我系汤猪凳，边个男人掂亲我，都会冇命。你讲乜嘢？我今晚都要嗒你噶啦！我都识睇相，智力啊睇全相、啊。你真系识？咁你知唔知我属咩啊？你属鸡？属猴？唔系。唔通你属蛇嘅？我属蜘蛛噶。十二生肖边有蜘蛛啦？我是蜘蛛，而且仲是最毒的黑寡妇。如果边个男人喜欢我，我都会吞咗佢落肚嘅。嗯，我求你即刻吞咗我落肚啦！你都算贱格啦。好，我答应承你。你好惊啊！妖怪，妖怪啊！头先你唔系呓我吞咗你落肚嘅咩？冇啊，冇啊，冇啊！中枪嚟救我！妖怪，走啊，走啊！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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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俾你侮辱过嗰啲女仔，够叫你放过佢啦。你有冇啊？冇，你放过我，放过我，放过我啊！我都未有得。起咗咁耐，做唔出嚟，你都几有耐性嘅噃。医学派嘅蜘蛛人术，你系东瀛人嚟嘅，点解要冒充蒙青师？你有咩资格问我啊？因为我系蒙青师嘅细佬。当年你姐姐天剑山庄断发焚书，带咗几本重要嘅剑谱就喺江湖上消失咗，佢而家喺边啊？蒙青师已经死咗，七月十五霸刀在现，你同佢啲咩关系？靓仔，乜你惊我师父啊？今晚有事你千祈唔好讲出去、啊。睇在你年少英俊份上，就放你一马啦！狂妄！死到临头仲发姣，咁我就姣俾你睇啦！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难道霸刀真的会来？来啦！发达发达！哎，公主，耶耶公主，跟我来呀！哇，有乜好啊，孤男寡女，唔可以咁远吧？行啦，口水。痴心情长绝，你入嚟啊！你出嚟啊！你入嚟咯！你系边个啊？啊！我就系当今第一护花大将军任剑辉啦！我爱你。啊、喂，你讲咩啊？你唔可以爱我噶，我有老公噶。我唔介意。我要爱你爱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靓女，啊、嘴啦！你想点啊你啊？我想点？我全心盼望能同合作，鸳鸯侣啊，上平啊！石仙，石仙啊，夺仙，你唔好抛弃我、啊。咦？雪仙，你大爱边啊！我要同你建立一个幸福嘅小家庭啊！哎呀，实在太幸福啦，想你都幸福啊！你高兴唔高兴啊？我就满心欢喜啦！我现在是满心的欢喜呀、啊！哈哈！哎呀，这里鸡不生蛋，鸟不拉屎，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喂，你当我系咩啊？我唔系啲咁随便嘅男仔嚟噶。阿黎啊，系舒舒服服开间房嘅嚟啊！你又想啦？我费事你失身俾我保镖咋？啊，任剑辉去边啊佢？佢喺咗蝴蝶间房伏你啊！哎呀，专家，
哎，上次都未多谢小姐相救添。公主啊，公主点会视周围走嘅啫？我唔信。我偷偷你走出嚟噶嘛，父王已经派咗御前侍卫四周围揾我噶啦。咁啊，事关偷走啫。父王咯，俾我嫁去招仙，嫁俾嗰个胡须邋遢王子，我最憎人有须噶。嗯，好彩我冇啫。咁你乜打算啊？咪闯荡江湖啦。听讲以前有个千剑同东瀛有个霸都，好巴闭噶。你唔好怪我，你都算孤陋寡闻。其实而家江湖上自劲抽自猛了嘅，绝对唔系天剑同霸刀，而系一个叫绝代双骄、倚天屠龙、神雕书剑、雪山飞狐、无敌天蚕变嘅年青侠士。佢喺边啊？对唔住，我唔能够将呢个大秘密讲你听，但系我又唔忍心呃你。天意，好啦，我冒住被逐出师门嘅危险话你知，呢、这个人，嗯，错系我嚟。啊，真系噶、嗯？真系嘅？啊，好兴奋，好开心啊！帮我签个名啊。好。嗯。有笔冇啊你？史桥。喂，我能够喺咁短时间里面作条咁臭嘅史桥出嚟，你都应该响下掌笑下啩。你个人系衰啲，不过都几得意啊！好啦，本公主就封你做御前陪公主吃喝玩乐左都统啦！太好啦！师傅，师傅受到消息嘅，我好朋友佢做咗鸡啊！系、哎、啊，有前途啊！鬼医，青丝啊！原来你就系青丝姐姐啊！喂，青丝，你几时做咗鸡啊？咁都唔通医声老，又等我捧下你场啊？你讲乜嘢啊？吓、啊，唔系。我而家叫独孤正，外号杀尽天下负心人。哦，哎，你误会咗无极啦。我冇误会佢。系无极当日咧就万毒转身发作，迷失咗理性，佢喺我屋企昏迷咗三年啦，最近先醒一醒咋。我当你系好朋友，你唔好呃我喎、啊。哎，我点样呃你咧？系真噶，青丝姐姐，啊、好嘢！原来天剑喺你屋企、啊，我去揾佢咯。哦、啊啊，原来你啊，梦青丝，怪得知你见人用你招牌做鸡，你咁兴啊！爸爸，喂，乜另外只鸡叫梦青丝啊？佢系东瀛霸刀嗰边嘅女人啫。霸刀三年后真系会卷土速来，我哋一定要制止佢。嗯，啊，上次无极醒翻时佢讲过，佢话有条玉锁匙喺佢身上，只要攞住呢条玉锁匙去天剑三庄后院，就可以揾到本袁天庸啲剑谱咯。是不是这条啊？姐姐我想过的了，我们三对仔女吓，做这个戏班，你搬你不搬起啊？男啊唱女声，女啊唱男声，直情天衣无缝啦，这个组合反正可以开坛啦。你放手了好不好啊？你好烦啊。我想起就兴奋晒了真是。我老公仔喎、啊。好，我们回天剑山看看啊。我也去。一起行啦。行来啦。公主。青丝，快啲俾条玉锁匙我，等我搵本剑谱出嚟。我一时任性，将天剑山庄消息咁，麻烦大家掩一掩耳。哦。啊！得啦，发泄完啦。无忌话过，锁匙接近机关就会发光噶。哦，咁分头揾下，大家揾下有冇机关嘅入口啊！啊，走走走。哦。公主呢？不知道。嗯。
看玩什么都学坏了，现在每个人都学你吼叫啊。叫我揍你啊。怪不怪我绿宝僵尸，我死的好不值得。难道他就是三年前逼无极一样杀他的绿衣邪神？不会，你还不快点过去帮忙啊！啊，哇，他像狗一样这么听你话。去了。哦，旺旺。剑谱。哎呀！我的小老公。痴心情长高。找玄天一女剑谱，现在我们赶快找找看。他们两个怎么突然这么好？哎，他出来绿花僵尸的眼珠子，只要他吐出来就没事了。哎，剑谱哎。救命啊！闹得好销魂啊！蝴蝶，快点来救我！怎么救啊？他喜欢听人家叫，你快叫给他听啊！快点叫！叫得我好爽啊！看得我好舒服啊！趁那个两个丫头引走了绿毛僵尸，我们一起去对付那个牛娃啊！我做了什么啊？哎呦，我怎么浑身痛啊？你们谁打我啊？哎，找到了，哎，找到了，哎，打不开呀。
哎，不要硬来啊，已经有机关了，回去就醒无忌，问问他知不知道啊。师傅，那我跟你回去。老公，我也跟你去。我也跟你走。那我怎么办啊？小公主，为了中原武林一起对抗霸道，我们一定要七个武功很好的女孩子变成玄天玉女剑阵。剑阵，我看你也跟我们一起为中原武林尽一份心力。好啊。什么东西，好恶心啊。那黑怪那是妖怪了。不要那么大声。我来对付这个妖怪，不死邪刀。师父，恭喜师父，终于练成人刀合一了。你们怎么会遇到这个妖怪？我们听说玄天玉女剑谱在这里，所以就来这边抢，结果就碰到妖怪了。马上召集所有的师兄们，一定要找到诡异他们，绝对不可以被他们练成玄天玉女剑阵。是。哎，声音小点啊。喂，乜你屋企咁翘脚噶？九宫十三弯，你行出个雪之后打雷扑街冚家铲噶，算先咯。雪，你条命啊，躝先。好啊。哎，躝先啊！哎，好睇唔好睇啊？高兴唔高兴啊？你而家吓？哇，估唔到你咁有魅力噶、啊。你唔使喺度讲风凉说话，你唔使只同我争老公啊。哼，咪嘈啊！你哋究竟天剑先生喺边度啫？系咯，无极咧。天仙，唔好掂佢，唔好掂佢。缸里边放咗全天下最毒嘅药汁，同佢体内嘅万毒转心平衡法，以毒攻毒，佢只可以生存到今时今日。平常一掂到咧，就会全身溃烂，慢慢中毒死啊！将你变翻以前咁一模一样，唉，真系至情至性，令人感动。系，如果将自己摆入缸，你会一样咁爱我咧吓？放心啦，青丝，我就算判咗条老命啊，都会想办法医翻好佢。如果唔系，就冇人知道呢本剑谱嘅秘密，更加冇人打得赢霸刀。咁有咩法子救翻天剑咧，师傅？阿孙先生喺度啊！喺边啊？哎呀，摸到啦，摸到啦！哎呀，查唔查到班人同鬼医去咗边度？鬼医佢哋班人好似喺世界上面消失咗咁，我哋搵匀方圆五百里都发现唔到佢哋踪迹啊！冇用，你哋全部都系饭桶。师傅，师傅你个样，你哋一个二个都系蠢材。找个处女给我都找不到，这个又是烂货。师父今年已经75岁，我再不采纯阴之体来滋补，体内的内力就会控制不住爆裂而出。弟子无用，请师父示罪。哎，是师父无用。要用你们泄下刀气，德川将军下令要我尽快捉到明朝的天香公主作为谈判的本钱，鬼医你们又找不到，那我唯有亲自出马。师父请保重。你过来扶一扶我。是师父。师父，师父在渔村执你回来养到这么大，对你有恩，你应该报答回我。是师父是对我恩重于身，但是你仲是纯阴之身，而且有武功，对我功力有益，不如就将你的精操交给我。唔得嘅，师父，我可以嘅。可以嘅。唔得噶，师父，你唔好咁啦。收声！我知你一早冇咗，我早就捉咗你彩布啦。师父，俾你彩布之后，任何一个人都会变成行尸走肉，你唔好咁样对师妹啦。唔
连你都敢同我作对，弟子不敢。翻出去！你系纯阴之身，就起先啦！好者，你快走啦！好者，走啦，快啲啦！师傅，师傅好啊！你点啊？呢度就情花林，都唔见啲花嘅。梗系啦，成个情花林得一棵情花，而且仲有情人先摘到，冇情人莫讲话摘啊，望都望唔到啊。系咩？呵，哎呀，咁咪遮隐影系嘛？雪仙，我对你咁多情，一定见到。哎呀，难啊你！鬼医啊，情花真可以解无极身上嘅万毒转身。嗯，情花乃天下第一奇毒，普通人吉到咧，乜事佢都冇嘅。但系有情一吉到咧，只要佢一动情，就会痛到佢入心入肺。我谂住将呢棵情花提炼出嚟，观落无极嘅天灵盖度，以毒攻毒吓。哦，系咁啊，快啲翻头去揾啊！我唔放心我老公仔同嗰个淫贱公主喺埋一齐咁耐啊嘛。我嘛，棵情花咧要喺月圆之夜至会出现嘅，而且佢有灵有性，会四围咁走。我哋千祈唔好吓亲佢，讲说话要温柔啲，温柔啲啊！吓，知嘛？再过嗰边啊！师姐，你冇事啊嘛？你就先，你唔好理我。如果唔系师傅嚟到，斩大家一齐死嘅啫。我行唔到。唔会嘅，师姐，你唔会死嘅。爱人啊，辛苦唔辛苦啊？吓、啊，情花开啊，开啊，灿啊，烂啊！唔好嘈啊！哦，咁你情花喺边啫吓？你又唔喺度啊？喂，死八婆咁浪漫，搵铰剪剪到你好似粉肠咁啦！喂，鬼医话讲嘢温柔啲啊。嗯，咁系啊嘛，系你唔啱啊嘛，搵把刀嚟吉我，咁人哋见到咁样啊，心仔拔拔跳啊嘛，咁咪谂住啊，搵把金铰剪嚟剪开你几啊碌碌。而家叫你温柔啊，唔系发姣啊！好烦啊你！接到，哈，你咁叻系嘛？哎呀，顶紧啦，顶紧啦！师妹，唔好同你嘈，我哋走。情花，情花咧？情花，咦，咪就俾你吓鬼走咗啦！叫姐你唔好咁嘈啦。系呀，系呀。独孤公子，你受咗伤啊？是被我哋师傅打伤的。你以前讲嗰番说话是啱的，我哋拜错师，真是助纣为虐。嘿，我睇下，吓、啊、你罗生好重啊！吓、啊，佢中咗师傅不死邪刀的无形刀器啊！好彩你撞到我鬼医，等我搵完情花之后，要慢慢帮你医。嚟嚟，帮我走。咁情花喺边度啊？情花响度啊！你哋快啲过嚟啊！开啦！走到嗰边啦！独孤公子，你揽醒我，我可以死喺你怀抱里边，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吓、啊，你唔会死啊！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我已经揾到我心目中理想嘅男人。我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嫁俾你。吓、啊！可惜我就嚟死，你唔死都唔可以嫁俾我噶。你成我真噶啦？未，不过我唔可以做人丈夫，争啲嘢唔掂啊！咩嚟噶？争啲咩啫？吓、啊？就系争啲嘢冇咯。你争啲咩冇噶？我去买啊！吓、啊？我谂冇人肯买噶。到底系咩嚟嘅啫？食唔食得噶？食、啊、就唔食得，不过好多年都当为宝。你快啲揾情花啦！系揾情花，揾情花。我系咪唔靓啫？唔系，你好靓。如果我唔死得，你会唔会要我啊？吓、啊？情花。唔好紧张，唔好紧张，继续讲嘢，唔好喐后面，唔好喐啊！继续讲情讲塔啊！棵情花系俾你啲情话吸引出嚟嘅咋？继续讲啊！继续讲，继续讲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嘅。真嘅？
真的，我每天爱你多一些还是觉得你最好。你没骗我，独孤公子，我又怎会骗你呢？使不使我拿个心给你看看？朱姑娘，你是我这里最多情的人，破情花梗是被你引出来的了。你继续讲情那头，然后慢慢伸只手抱着破情花，不要让他走啊。我们照做呢。我爱你，我爱你。捉啲攞到情花，无极有救咧？边个无极啊？佢系我个好朋友。哦、师姐，你点啊？师姐，冇事冇事，带佢翻去我哋帐目休息下先。嚟嚟嚟，喂，快啲啦！嚟啊！你拉我嚟啊！嗰边啫嘛。做数啊！哎呀喂哎呀他吃了些药一直都没醒过。啊哎这样就可以了，你又去抓了他，以后他就听你话。你说什么啫，我是女人来的。谁个叫黎真啊，是你知袁天庸的剑就是要七个女子快到位来的嘛，你啦牛蛙啦任剑辉天香公主加上我鬼妹最后得五个，是吧，难得现在猪猪和蝴蝶都肯加入我们了，那你真的。哎我叫你这么甩你，你就哄住他先，杀了八刀就算啦。点氹啊！嘿，我教你。吓、啊！啊！我点解会咁噶？有乜点啫？你已经系爱人啦。我哋仲唔使讲嘅，我哋。生米煮成熟饭，我不会代薄你的。嗯，那我们永远都不分开的了吧？那当然了。前几天我同人打交，心口中咗人几锤，而家仲有啲肿啊！你系女人嚟噶？唔系，我绝对唔系女人啊！你点解要呃我啫？吓、啊，鬼医啊！我点解要呃佢啊？哎，唔关我事啊！唔关我事啊！鬼医，喂，鬼医啊！喂，自己搞掂佢，自己搞掂佢！你就咁样抌低我唔理啊？我是没心的，因为我们要对付霸刀，而我们练的玄天玉女剑阵还差两个人，我希望你和蝴蝶。我明白，我答应你帮你对付我师父东瀛霸刀。真的？这个世界女仔就分很多种的，有靓女、丑女、石女、武胆匪女、自责洗的不男不女，即是不够纯阴。那究竟怎样才知道我们够不够纯啊？医学上的方法有两种，最直接的呢就是你剥青光给我检查，赞成的举手。嗯，多事啊。嗯，用第二个方法，用第二个方法。滴血试验。切，有乜咁好讲噶？诶，通常越老土越有效。嗱，一阵你轮流滴啲血落去，边个唔顺呢马上有反应。好，我第一个。嗯，冇反应，够纯够纯。好，我嚟。你都合格。嚟啦！如果唔纯就点啊？你想知啊？系睇嘢啦。好啊。一有男人的血咧，就即刻有反应啦，系嘛？啊，喂，你未笑啊？唔使啦，个个都合格，我冇理由唔得嘅。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我都话唔使试
啊，陰勁陰勁陰勁，哇，估唔到我大支嘢嘅啦，你仲大支嘢過我。我唔想大支嘢，我想大件嘢啊，幫幫忙啊，鬼姨啊。咁啊，幫幫忙啦。幫你徹底改造先得。改造？鬼姨前輩啊，可唔可以約略講一下手術嘅過程啦、啊、好簡單，你飲咗碗湯先。你唔使驚，我哋會俾咗麻醉藥你食，瞓著之後發生咩事你都唔知㗎啦。唔使啦，用邊我瞓著咗，你斬我十老八落，唔使麻醉。你唔早啲講，你頭先飲嗰碗係麻醉湯。係咩？哎呀，呢頭冇計啦。各就各位。唔使惊，唔使惊。大家准备，七剑齐杀，命半指尖。你是谁？连我都不认得。我究竟在哪里？我究竟在哪里？哎呀，被救火了，被救火。我是谁？我究竟是谁？你不是傲剑天王上官无极咯？你是我！你是我！无极！哎，正是，不要追，他一定是被这些情花毒刺激过度，才会变成这样的。啊！你快啲谂下，有啲咩系佢平时印象最深刻，然后佢最中意嘅，嚟到刺激翻佢，恢复佢嘅记忆。上官无极，我究竟系边个？无极。你问我把头发在哪里？呢，我贪玩咋。下个月我哋就成亲啦，做咗人哋个老婆，以后就唔可以咁贪玩噶啦。呢几句话好熟啊，我喺边度听过呢？呢几日我咩都买齐晒噶啦，凤冠霞帔啦，龙凤烛啦，新底衫裤啦，花公同花婆啦。仲有新马童，点啊？有冇买楼到啊？真是，青丝，无忌，青丝，点解午时先可以打开本剑铺啊？呢本剑铺巧夺天工，系三国时候诸葛亮所制，根本就打唔开。玩嘢啊！收声，冇你份，赖埋老狗咁多声气。巴闭啦，知你哋冇病啦，系你女人自练得啦。不过我以我有件追追阿妈而为荣咯。上官大侠啊，咁点先可以练成元天玉女剑法啊？神医道，呢一套就系元天玉女剑法。
每日午时只可以睇一个时辰，而其他时候就俾大家练习。真无聊啊！哦，师傅，冇乜晒艺，俾我练埋一份啫嘛。今晚切咗条蕉来浸酒，你听日就可以练咯，系嘛？咁啊，要好大成酒，咁啊，差唔多啊。七剑归一。点啊？哎，我扶你啦，哎，扶你啦，唔好扶。小少苦楚受唔住，点解练得成袁天玉都劫阵啊？啱，我哋再嚟过。喂，你做咩？冇事嘛？喂，过晒午时啦，玉女都肚饿噶嘛。喂，鬼医啊，医下我哋肚啦，唔该。得得得，啊嚟啊嚟啊，冇激，嚟嚟嚟。哎呀，意思打搅晒吓。好啊好啊。作死啊！我五个俾你嘅。作死啊！我五个都俾你嘅。作死啊！诶，我五个都俾你嘅。作死啊！你食得晒咩？咁我做咩啊？我就明父王斩你头落嚟啦！哎呀，斩我头，边打你帮我有？哎呀！哎呀！哎呀！我帮你挡住。哎呀！哎呀！我挡！哎呀！哎呀！哎呦！我帮你挡。哎呀！做咩？买捉鸡仔啊？玩？咁啊，算你精啲。如果唔系，迟咗头都冇啊！唔准咒我师傅，咒我师老爷，柄你啦！系啊，我柄你噶啦！你咁多，喂，你又柄我？柄佢啫，我关你咩事啫？你咁帮帮忙啊！哎，我柄你噶啦，咁串啦，唔该你讲啊！问世间情是何物？你睇后生仔女，为咗感情嘅事，一啲心机念剑都冇。系啊。佢一早知道你是女仔噶，佢一早就知道噶啦，仲用咁嘅眼光望住你。佢话我是女仔都会咁中意我，一觉瞓醒，成个世界变晒。喂，老老实实啦，我话忍你好耐，老公咧就我嘅，若然要入我哋门咧，唔系话唔得，不过要斟茶俾我，嗌声大少奶，名我都同你改定噶啦，叫大春。发你个梦啦！我身为公主啊，我叫父王下旨冲你军去边关做军妓啊！你有万几个老公添 啊！你嗰个皇帝老豆啊，唔要你啊，嫁你去翻帮啊！啲招仙佬啊，一日打九次老婆嘅，仲要打亲都唔留手添啊！仲有啊，一个老婆啊，六七个兄弟分嘅，九七六十三，到时一日啊，你俾人打六啊几镬啊！哼哼，而家你老公唔要你，要我啊！但系我哋成咗亲之后，你系耕田担水，夜晚啊同我哋送骨。心情靓咧就俾番薯你也，哼，唔靓嗰阵时啊，俾屎你也啊！喂，讲完未啊？走啊，躝开！咦、哎？咩嚟噶？吉我哋啊？唔觉啊？吉你，吉你，做咩啊？吉你，吉吉我啊！呢只情花花嘅，你而家唔肯中晒情花毒啦！你做咩搵呢啲嘢吉我哋啊？中情花毒唔会死噶，但系如果十五日内你谂起情情爱嘢咧，就会痛到扑街，费事你冇心机练剑啊！天啊天啊！哎呀！点啊？你冇事啊嘛？冇事，天啊！哎呀！哎呀！哎呀！你点啊？吓？喂，一睇八件都冇事啦。啊！啊！我哋都好，哇！你真系淫贱啊！
呢杯就系你话嘅十音女蜗酒啊？冇错，有外表虽然系改造咗，但系内在仍然男性多过女性。多年嚟，混咗各种雌性动物嘅精华，提炼成呢只十音女蜗酒。只要你饮咗，唔单止心口嘅花冇晒，仲可以变成百分百嘅靓女啊！得唔得噶？呢杯系止阴止寒嘅酒，男人唔饮得噶，一饮真啊！只要佢掂到一滴水啊，就即刻变女人噶啦！咁就唔系执输啦。未饮得住，仲要等多阵。为所索先，鬼妹帮我抌骨嚟。早晨啊，师傅。啊，啱话通，帮我睇火。哦，睇火。咩嚟噶？糖水啊？补品嚟嘅，冇你份啊。入去索一索先。巴闭啦，知你冇病啊，乜都冇我份。补补先。哎，狸猫换太子，李香琴教嘅。醒神，醒神。我已经充满力量，阿洛舒华生力加，阿洛舒华生力加，哎呀，死啦！去不受保啊，兄弟，抵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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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边位？大佬喺度。诶，我好似冇细佬噶，你啊真系就嚟冇细佬啦！啊，唔系啊嘛，喂，大佬，我走啦，细佬你唔好抌低我啊！鬼叫你饮足嗰杯酒啊！以后你一出声我就会委屈噶啦，你快啲配翻跟我声，我就会出翻嚟噶啦！好啊，诶，咁以后点洗身啊？唔系成世都该支哈碌啊？呢杯咩酒嚟噶，细佬？天香，天香，乜事讲你坐喺度都唔练剑啊？我唔想练剑啊！哇，唔练剑你都够胆讲嘅？喂，你七个女仔七剑合璧先能够打低霸刀噶嘛？打低霸刀咁啊点？打低霸刀你咪翻去见父王咯。翻去见父王，佢就逼我教佢招先噶啦。咁我以后就见唔到你噶啦，你明唔明啊？啊啊，好痛啊！系噃，哎呀，好痛啊，痛到扑街，哎呀，好痛啊，痛到反转啊，哎呀，救命啊！喂喂喂，咩姐中意我咩？系啊，哎呀，唔好提啊，唔好提啊，一提我就痛到反定噶啦。同埋你讲下第啲嘢啦，国家大事啊，烹调比沟更好啊。乜你想人教招先咩？梗系唔系啦，哎呀，真系有嘢咬。哎，我谂到个法子，啊、有法子。点啫？嗱。我哋一齐瞓觉，咁然后咧就生仔，生仔之后父王就唔会俾我教招先咯。边个咁无良话俾你听，男人同女人瞓觉就有梳虾噶？乜唔系噶咩？系啊系嘅，不过喺瞓觉之前咧，有啲人只手仲要扮扮嘅。好啊，咁我哋扮手只啦。嗯，发达啦，发达啦，扮手作，扮手作。咦，我搵咩嚟扮手作咧？嗱，林培光个身先啦，兄弟，唔公蛋，哎呀，哇，正啊，捞翻件衫啦，摄一摄好易濑嘢，侄侄谂你扮手足啦，佢就快翻噶啦，诶，我哋要知礼义廉耻，点可以随便扮手足嘅咧？系都迟啲啊，细佬未出嚟啊，关你细佬咩事啫？而家系你爱我定系你细佬爱我啊？我爱你，我细佬更加爱你。佢一见到你就开心到弹起噶啦，做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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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多啲唔多耐性添啊！唔该你。哎呀，你做乜鬼啊？你分明喺度敷衍我嘅。唔系。你系咪都中意个女人啦？梗系唔系啦，你俾多啲咁多时间我啦，好快噶，嚟啊！大家合作下啦，好唔好啊？干啦干啦干啦！喂，个咩把扇啊？攞过嚟帮手泼下佢咧！嚟啊嚟啊嚟啊嚟啦嚟啦嚟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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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一啲耐性都冇。好啦，家冇嘢饮啦。走咗去边啊？啫，啊，你话佢
走咗去边咧？真系，唉、哎，周围都揾佢唔到真系。师傅啊，嗰边冇啊，我过嗰边。啊，你系正衰仔嚟嘅，明明中意人啊，你又出句声啦嘛，扮晒嘢咁真系。唉，我系啫，咁你知人哋系咪中意我噶嘛？咪男人老狗好瘀噶，冇嘅你。一个又活泼又可爱又娇俏又正等个女仔成日含情脉脉咁望住你，唔通真系想认你做契爷咩？咁啊系，佢开到口好难为情啊嘛。诶，你冇话过嘅，大家同心合力杀咗霸刀之后咧，就同天香远走高飞，等佢皇上老豆咧成世都揾佢唔到。系啦，杀咗霸刀之后同天香成亲，呢世都唔使知成亲啊！喂，你边位？我就是你哋要杀嗰个东瀛霸刀柳生杀神。你想点？只要你哋交翻天香公主出嚟，我就饶你哋一命。快走！师傅，唔需要嘥口水，我睇佢唔会走。我叫你走啊！公主喺边？唔知。师傅。讲，我唔讲啊！咁我就要你变成真正嘅鬼医。你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只蚁，我只要喐下手指，你就会碎尸万段。我再问你一句，天香公主究竟在哪一度？讲，天香公主究竟在哪度？知道不讲？我在度。佢唔系天香嚟噶，佢点你嘅咋？你点我就真。你放咗佢，我跟你走。天香公主，有请。今日你唔杀我，第日就我杀你。就凭你，我等你。鬼医师傅，我唔系有心咒你俾人斩我头落嚟嘅，我冇心噶，我真系冇心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南无一切妙法莲华经。我柳生杀神是柳生家第26代掌门人，此刻诚心向天祈福，愿天众诸神、地狱诸魔静听。我柳生杀神今日之后，将会荡平整个中原武林，更会全力辅助封神授吉主公，令到扶桑国征服中土。若魔阻我，我必除魔；若天阻我，我必诛仙杀神，绝不食言。啱啊，劈死佢啊！系啊！悟空，喂，你系咪癫噶？快啲放我落嚟啊！霸刀，求你放过公主。你点样对我，我都甘心。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唔怕你斩我双手双脚，我唔怕你将我碎尸万段，我只系怕打手板啫。你够胆咪净系打我手板啦！阿楚，我完全唔明白你哋啲中国人死到临头，仲要讲埋啲咁无聊嘅嘢。无聊得过你同佢听只周，
戆居居。公主用嚟祭天，攞呢个多口嘅人用嚟祭水神。祭神？你当我元宝蜡烛香啊？喂喂，唔通唔通啊？朋友，虽然你人未到，但你杀气已到。如果我冇估错嘅话，你就系我个好朋友傲剑天王。打刀！估唔到三年嚟，你的武功一啲都冇进步到，真系可惜。你今次嚟，只不过系送死。你杀死鬼医，我今日唔杀你，誓不为人。可以在我死之前完成我一个心愿。放我走啊。六神合体，六神合体，八爷。
宝剑出鞘，七剑齐心。想用玄天玉女见证，哈哈哈哈，天剑，可惜你不是纯阴之身。师妹们，我来啦！啊，不是，我是啊，魔童，魔童，小老公。无头剑魔。天香，你怎么变成女孩子了？没关系的，我只要把身子烘干就行了，大不了以后不洗澡啦。嗯啊嗯、哎呀，完了，痴心情长高啊！不要怕，在这里我丢了他。哎，丢了，决定不嫁人，不要男人，偶尔勾引男人就好了。对呀，像我们美貌无法做的是有人追呀。我们可以退出江湖了。那我呢？怎么办？我老公分你一半。啊！哎呦！荒唐！哎，干嘛？玩意儿。